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的心得？你觉得你喜欢这个厨房吗？喜欢哦。那爸爸妈妈帮你组装的时候，是不是组装很久？对，好，组装很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ico。我们这一次呢，这一次的影片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，我们为了我们女儿，就是她一直很想要有一个厨房的玩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特别为了她准备了一个小礼物。那我们就是在当天晚上收到的时候，立马帮他组装。那组装的过程，因为这是实木的，所以他我会建议大家，你家里面会有一个电手动的那种电钻之类的，就让大家接下来看下去，后面很好笑的一些内容这样子。好，妈妈要用我的手法来吗？你小心一点手。这个是说明书。嗯，对。这个还有。上面有那个数字，上面有数字。这可以转。嗯，来。转转。这个先拿去旁边。44 14。那还有这个耶。啊。这可以转的耶。OK， 这样火好像好了。这个大。是从这个、啊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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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的，你害怕是外面吗？啊？那这个不用。这个不用啊，这个还没有。
这个很美，这个有了吗？这个好像有，有啊，这个有。对啊，这个也要一个。是做现在第几步做这个吗？对啊，在那边也有一个。好。那第四吗？这边好像也要一个吧。这边吗？在这边也有一个。这边没有啊，这边还没有啦。这个啦。可以，这个来，这个就可以躺下来用。不会，我觉得他做的做起来。那这怎么会高就凸那么多啊？对，他要接另外一个。没有呢，我的意思是说。你相信我。他这个应该是五号。啊？这个应该不是10号。就在那边。130。然后他后面没有讲说要。我这样子冲不进去呢。他都烤完了。他都烤完了。我们现在进步到哪里？这个酒，这个，我们现在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好了。
一个。你要吗？好。还有没有微波炉？有啊。这个。还有瓦斯炉吗？有。还有没有洗脸台？有。有。是这个，这里旁边。这块应该跟这个锁起来。它还有这个呗。这个。哦，没有。是的。这个漂亮。对。你去外面啦！你去外面，去外面好不好？你去外面啦！这样子的怎么了啦？我怕怕。那你爸爸要到外面去，变得更有心。你去外面啦！到外面去吃披萨。这是什么？不会的。小心手捂起来。去外面，去外面，去外面。好。好了，好了，然后。好，下一步。把它立起来。看到就开始。32，换这个，换这个吗？为什么都是满？闷。哎，阿子，这哪里去的？那有没有冰箱？嗯，有。你看这个可以回锅。我也发现有冰箱哦，你骗我。阿哥，这可以回锅炉。三个。好了，阿哥，你看这个可以开哦。看这个，你看这个是可以用烤箱的。啊，有烤箱吗？这里上下都要有。这个是烤箱的。有微波炉吗？再拿个毛巾。阿哥。其实我们家妹妹玩具其实蛮多的，那她这个厨房我觉得非常棒的，就是她完全是实木的，就是是真材实料的实木哦，而且很特别的是，她这个是有声光效果的，你看她抽烟机，它是会有电灯的，后来呢，你煮菜的时候还会有这种声音。下面呢也是有一个拉柜，这个锅子的话是我们自己在 IKEA 买的，你放下去就可以像是在煮东西。我来了，你来啦。它这边呢，它就是可以让你选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料理，还有一个很可爱的
洗手台、琉璃台，这个是可以拿起来的。那它其实里面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个厨具的最后面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收纳的。那因为我们把它靠在墙面，所以就会堵住。那它还是会有送一些就是小的一些工具，像它这个微波炉，它还会有电灯会闪，它是会有闪的。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好市多买的，所以这不是里面原本赠送的，要先跟大家讲清楚。它还有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就是它这个冰块会掉下来哦。它这个还有一个模拟的冰块，很可爱。还有一个，我爱吃冰块。你爱吃冰块。它这个柜子，你先让妈妈先讲解完好吗？它这个厨房跟这个柜子两个是分开的，所以就是你可以让它变这样子，把它变分开的也没问题。对，它你想要把它合在一起也 OK。这真的厨房很高级感。就是现在那种北欧厨房，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啊，我女儿真的很喜欢。她的就是冰箱，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她没有做那种层架。如果有层架的话，可能就是可以摆一些东西，比较好收纳。啊，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的心得？你觉得你喜欢这个厨房吗？喜欢哦。那爸爸妈妈帮你组装的时候，是不是组装很久？对，好，组装很久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分享开箱其他的新玩具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要说什么？这样，这个小彼得，这是我的小彼得，拜拜。你们听得懂吗？你听得懂他的意思吗？他的意思就是，哎，我们一起讲。他的意思就是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开启小铃铛，是吗？好啦，正式的来啦！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分享，开启订阅小铃铛。好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